有一个推特上的老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看起来是很幼稚，但不代表它今后不可能发生，只不过这个概率呢不是很大，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为什么没有人在习胖到西藏的时候控制住他，不让他离开拉萨？只要有一个月的时间，一切就改变了。他说，即便没有人敢这样做，那么号召了以后，也会让习近平怀疑自己的军队。总觉得这个总有刁民想害朕，然后呢，促使他们内部分化。实际上，他提的这个问题呢，中共历史上发生过，他不是说，有哪一个人不让这个习胖在视察地回到北京，而是胡锦涛在视察海军的时候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一切都被淹没在历史中，虽然离我们很近。但是没有当事人能够站出来说，我们只知道当时的这个海军司令员死得很蹊跷。那么，能做这样的事儿，背后一定有巨大的利益。这个利益有可能仅仅是控制他或者试图控制他的这支军队的主官几个人的身家性命。因为，从军委到降级军官，习胖上台以后已经抓了一大堆了。每一个感觉到自己有风险的军官，有可能都会做这个事儿，但他们能不能干成呢？这个就难说了啊。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成功的例子，因为到了这个位置。牵扯的就太多了，你不考虑自己，你得考虑老婆孩子吧。很多人原先做好了退路，但是中央党校开始调查裸官了，然后社会上紧接着就追了一下，差不多有100多万，这还是10年前的价格，100多万的裸官。这是一定级别的。今天呢，可能1000万都不止。今天我看美国的一个报道，习胖上台以后，仅仅在欧美国家申请政治庇护的中国公民就有60万人。那么，早些年出来的，通过投资移民，通过其他方式。进入欧美国家的，这是些什么人呢？都是商人，都是学霸吗？很多人就是这个利益群体的受益者。他们留在国内，在官场上混，在商场上混，都是为了能够增添更多的财富给自己的亲人。当然，如果自己能出去是吧，享受这一成果，这就最好了。这些人他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阶层，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他怎么会为了你的利益，为了全民的利益，来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呢？他是抓了习胖，或者控制了习胖。但是对他并不利啊，他得不到好处。中共党内还有那种张学良式的人物吗？其实你看不到的，是吧？没有那么多二嘎的。那么他现在的问题就来了，有没有人呼吁？其实早就有嘛，呼吁中国的各级军官向新政府
投降，顺应民主的潮流。问题是这个新政府像走马灯一样，三两个人就可以建一个，没有任何威望嘛。在中国内地冒出这种团体活不过一个礼拜，在海外你就是活30年你的威望也不够，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呼吁的人得不到响应，想变天的人默默地在磨刀。很多事件都是由小概率的突发事件引起的，但人们并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因为这些事儿一般是没有预兆的。真的如果说有一个团体能干这个事儿，你也不会知道，只有等他成功了或者失败了，昭告世人，大家才得以庆祝或者是缅怀啊。通常先出头的都会早死，无论是瓦岗寨是吧，还是这个元末的大起义率先称王的都活不了几天。从三国第一个称帝的袁术大家就应该知道结果不妙，所以作为一个地方团体包括军队中的一些小山头来对抗中央军委，对抗一个国家机器，不到万不得已其实没有人愿意干。清末推翻满清呢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没有人知道他会成功，因为失败的例子太多了。今天我们看不到这些能够载入史册光明正大的让大家看到的新闻，是因为这个政权还没有被推翻。当共产党的统治被推翻了以后，你放心，许多小说家会描绘这段历史，找出一些非常生僻的事件把它作为样板，因为标志性的事件其实直到今天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东西你急也没用，只不过你考虑到一点就可以了，有没有人愿意干是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前途，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不是因为习胖要抓他了，或者说他认为他所在的团体有可能要垮了然后再去做这个事儿。其实哪怕他不成功，如果影响大，咱也足够能听到一些蛛丝马迹。但直到今天你只看到好像北京有一些地震，震源是零米，就地面以上，实际上你就知道它是爆炸不是地震，但它还是被作为地震统计起来了。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即便有人愿意说也不太有人愿意信，因为没有第二渠道可以证明。当事人把自己形容得非常高大上，但是你看到国际社会对他有什么评述了吗？没有。一方面是真的影响不大，第二方面即便是真的也在大家的保护之间，因为对政权的这种独裁政权的抗争如果是非常暴烈的，那么他有可能开了第一枪就会有跟风的人，如果这次没成功，那么大家就小心翼翼地隐藏起自己的意志，等待下一次机会。所以中国的社会变革通过一些小概率事件或者类似于政变军事政变都是有可能，这种不可能完全杜绝，但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呢？是不是我们呼吁一下就会多一点呢？不要高估自己，
中国的变化是因为中国内部社会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了，那个时候会烽烟四起，遍地草头王。因为今天的中国无论海内海外，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反对派以及反对派组织。中国人还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地方的小团体，都在非常精致地维护着自己的利益，碰都不许别人碰。合纵连横，这是要乱局开始以后，今天谈它，为时过早。好了，谢谢大家，再见。